主料芹菜，辅料姜末、生抽、醋、鸡精、糖、香油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芹菜洗净摘去老叶，切断，水烧开，入芹菜段煮两分钟穿熟，捞出沥干水分，装盘放凉待用。姜末、生抽、鸡精，少许糖，放碗中调成汁，倒在芹菜上淋上香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